治进程。今日说法。80年代，他曾是百万富翁，如今却成了一名毒贩。他呢，20多岁的时候就到了上海，这身家一年可能也有几百万。他曾经几次被判入狱，却一次也没服过刑。因为他的身体无法到监狱服刑，都是监外服刑。他利用这个法律对他的保护，变成他的从事违法犯罪的护身符。8年之后，那个红色的塑料袋终于揭开了案件谜底。啊，你可以看到，他伸手进去拿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就这个，这红色。对。无法收监的囚徒，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浙江桐乡，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乌镇的所在地。这里小桥流水，河道蜿蜒，经济发达，但是繁华的背后也并非一片祥和。那是2016年的4月，浙江省桐乡市公安局针对毒品交易展开了一次抓捕行动。当天的行动中抓获了多名嫌疑人，其中一个是金某。这个人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当时应该说是相对边缘化的一个连包贩毒的一个犯罪嫌疑人。金某40来岁，在这个案件里他是一个小角色，警方原本没有把他当回事儿，可是调查后发现，从2008年以来，金某曾多次涉毒，也因此被判刑，但最后都无法收监。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无法到监狱服刑，都是监外服刑的。2016年那次也是一样，金某又被判刑19年零6个月，但最后还是监外执行。那么这样，更使他有恃无恐的，把这个可能作为自己的优势。那么我在外面违法犯罪，那么你们公安机关啊，拿我没有办法。数年之间，数次判刑却从未真正服刑，金某相当得意。而这一特殊的经历也让警方一直关注着此人。活动很频繁，今天在桐乡了，明天在嘉兴了，后天可能在杭州了。那么从他的活动轨迹来看，也是比较反常的。按理说，金某这样的高危病人应该在家养病，这样四处走动并不安全。而且除了到处跑，没有工作的金某竟然出手也是相当的大方。名下是有2辆车，喜欢经常打打牌。有时候进一些小型的娱乐场所消费的。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没有工作拿什么高消费？身体有病还四处忙什么？在对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后，很显然，现在的这个金某除了身体不好，其他方面可能也有问题。一番调查之后，侦查员发现总有那么几个人一直跟在金某的身边。有两个呢，就是沈某跟牛某呢是他的马仔，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情人。除了这几个人之外，金某的人缘似乎也特别的好，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人来找他，人数非常多。这些都是什么人呢？一天啊，可能会见几个70-80来个人，都是不固定的。今天可能是这么一批人啊，明天啊5-6个啊，可能是没有出现过的。没工作、没经商的金某哪来这么多的朋友呢？难道说金某除了自己吸毒也在贩毒？如果是，那么这些人就有可能是过来购买毒品的。为什么今天是贩呢？就简单的是一个吸毒的群体，吸毒的人他身边不会有这么庞大的网络存在。警方统计了一下，前前后后来找金某的将近有200人，这让桐乡警方非常吃惊。如果分析准确，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贩毒网络。当然，这只是警方的初步分析，要搞清真相，首先要搞清这些人的身份。桐乡市公安局建有一套智慧警务系统，其中有一项人脸识别功能，这个时候这种功能派上了用场。
就现在因为人像的设备技术飞速的发展，我们拿来为我们公安所用，就是我们可以从人像去找到人，可以从人像去找到他的轨迹。简单来说，如果警方想弄清楚某个人的底细，就会把图像迅速传送到技术中心，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很快就能查清此人的身份。我们只要把我们这个斜脸的照片布控到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去，去进行一个搜索，一旦就是说我刚才所展示的一些场所如果说它出现了，马上就会发送到我的手机里面。人脸识别的效率就是高，没用多长时间，围绕在金某周围将近200个人的底细就被警方摸清了。这个联系群体里面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80%-90%都是涉毒前科人。一个吸毒人员与将近200个涉毒人员保持密切往来，这显然有些不正常，但也不能因此就断定他们就是在买卖毒品。从他的一个资金资金上面下手，对他所有的资金进出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研判。警方从银行里调出了金某最近几个月的资金往来账目。我们就随便挑一天吧，就是这1月5号这一天吧。那我们现在数一下，在1月5号有总共有多少笔？1、2、3、4、5、6、7、8、9、10、11、12、13、14，就在1月5号是那个一天，我们就能看到他有14笔的经营明细。一天下来，光进账就有14笔，几乎每天如此。再一查往来的金额，更让人吃惊。大致的算下呢，就这一天，我们就这个账户里面就将近有那个10几万的。金某没有工作，也没有经商，经济来源非常有限。他自身吸毒，还需要不小的花费，怎么就会有这么大笔的资金往来呢？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周边的一些高危的涉毒群体，这些高危吸毒群体里面，就是从这里流进。有买的，也有卖的，果然与此前的分析一致。这个时候几乎可以肯定，一个以金某为中心的特大贩毒网络已经形成。有人建议马上对金某实施抓捕，可桐乡市公安局局长戴金明有不同的看法。缉毒犯罪查获犯罪源头是第一步，就必须把贩毒的这部分查清楚查干净，才能震慑犯罪，震慑吸毒人员，使他们不敢吸毒不敢沾毒。戴局长的意思是，这个时候展开抓捕只能打击贩毒链条的中下游，最重要的毒品来源这个上游无法摧毁，这样的打击效果会大打折扣的。第一个要把沿途堵住，把贩毒的这块堵住，第二块我们要把吸毒人员这个群体也要震慑住，使他们严厉毒品。案件被层层上报，最终成为公安部督办案件。随后，浙江省公安厅、嘉兴市公安局率队进驻桐乡市局，成立专案组。接下来，找到毒品的来源就成了首要任务。但主要嫌疑人金某一直在嘉兴一带活动，毒品到底来自哪里呢？他拎着红色塑料袋钻进了路边的小车，相当于就是一袋糖那种感觉，就是一小包啊。还是那个红色的塑料袋，他又进了小区。到后期信用也高了以后呢，就直接到金某这个住房进行交易。现在已经换成钱了，也就交易完成了。对，这个袋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的就是钱了。频繁的从苏州到广东，这其中到底有何蹊跷呢？到我们这个广东，包括塞维地区，包括是这个奎泰地区。无法收监的囚徒，禁说法正在播出。金某与他人的会面揭开了毒品来源的谜底。金某有这么个特点，定期会到我们这个嘉兴有一个叫心脏，心脏是一个镇，会到心脏医院门口定期过去。2016年12月的一天，桐乡市公安局智慧警务系统发出警报，金某开车外出。就是说他整个车辆他一个行驶的一个路线，然后他是有顺序的，首先是从一这里出发，一就是出发点，对，出发点，然后2、3、4这样，就是说整个轨迹图的话，它系统的话自动给你形成了。根据智慧系统提供的行车路线，侦查员一路跟踪金某，结果发现金某将车停在了一家医院门前的马路边上，但是不进医院，而且停的时间比较短。金某自己身体不好，需要常年看医生，来医院并不奇怪，
但奇怪的是，明明来到了医院门口，他却不下车。而与此同时，不远处一辆挂着江苏牌照的车上下来了一名男子，他朝金某的车边走了过来。他拎那个塑料的袋子里面呢，就是一个一袋，相当于我们百姓看到了，相当于就是一袋糖那种感觉，就是一小包啊。该男子拎着小包拉开了金某的车门，坐进车里，整套动作相当熟练，看得出来他与金某之间是很熟悉的。大概也就三两分钟的时间，该男子从金某的车里出来，又返回到自己的车里。拎过去这个袋子不见了，没了。去的时候拎着的塑料袋，出来的时候却没有了。他们这是在进行毒品交易吗？如果是，这名男子很可能就是警方一直在寻找的毒品来源金某的上家。比较符合这个毒品交易的这么个特征。初步判断啊，那么他的毒品来源，那么应该是从苏州牌照男子里面购买。当然，这只是警方的初步判断，必须找到关键的证据。突破口就是那辆江苏牌照的小车。查找车辆的信息后，发现车主姓韩，25岁，是安徽省阜阳人。调查韩某的社会关系，发现还有三个人与韩某来往异常密切。是一个村的人，而且有表兄弟啊，有亲戚关系啊，类似家族似的。侦查员马上赶到了苏州，找到了几个人的住处，是苏州的一处城中村。这个城中村啊，还是挺小的，很挤，里面都是房子，而且是搭出来的简易间，就是农民自己搭的那个房子。都说贩卖毒品高获利，但是这几个人却住在这么简陋的房子里，这实在让侦查员有些意外。金某的毒品真的是他们提供的吗？暗中走访之后，一个小细节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跟几个老乡就是频繁的到广东去的记录啊，包括我们这个动车记录啊，就是定期的。车主韩某和几个老乡在苏州并没有工作，但是四个人却买了两辆车，一辆是小轿车，另一辆是小货车。几个人有时开车，有时坐车，经常往广东跑，而且去的地方也很特别。频繁的到我们这个广东，包括塞外地区，包括是这个窥探地区。对从事禁毒工作的侦查员来说，他们很清楚这些地方意味着什么。这些塞外也好，或者窥探也好，也是在广东一个毒品的重点地区。那么我们自然的联想到就是啊，他们这批人有没有到广东去购买毒品的可能？为了将情况核实清楚，一路侦查员随即赶往汕尾。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布控在金某家附近的侦查员又发现了情况。这辆车，还有这辆白车，两辆车都是嫌疑车辆。然后他们停到这个门口，停到这个小区门口这个牌子下面。这两辆车上面坐的是什么人呢？都是那个老金的上家，江苏上家，也就是他的那个贩毒的上线。原来就在侦查员兵分两路，分别在江苏和广东调查时，主角韩某四个人却开着两辆车来到了嘉兴的一个小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下来一个人，江苏上家的头头啊，他先下来。警方严密监视的金某正好就住在这里。车停稳后，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一名男子，正是苏州的韩某。下车后，他转身向小区里面走去。原本两辆车是分开停的，在韩某进小区大概5分钟左右，另一辆白车开到了韩某车的边上，一名黑衣男子下车走了过去，拉开了韩某的车门。那你可以看到，他伸手进去拿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就这红色。对，这个袋装是什么？里面就是装毒品冰毒。黑衣男子拿着红色的塑料袋也进了小区，小区里面的监控记录下了他的身影。监控显示，先进去的韩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走了出来。这个时候，刚才拎着红色塑料袋的黑衣男子迎了过来。韩某看到他，马上转身往回走，黑衣男子也快步跟了过去。侦查员早就把这个小区搞清楚了，他们走过去的方向正是金某家所在的位置。此时几乎可以肯定，韩某这是拿着毒品送给金某送货上门呢。到后期，这个韩某跟这个金某相对熟悉啊，信任比较高了以后呢，这个韩某就基本上就直接到金某这个
住房啊进行交易。而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没多一会儿韩某就从老金家出来了，他的手上多了一个红色塑料袋。他和老金交易好之后啊，把这个钱拎出来了，拎着这个钱出来了。他现在装的不是毒品，不是毒品，现在已经换成钱了，也就交易完成了。对，这个袋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的就是钱了。哦，结果就是这样，以韩某为首的四个人就是金某的上线，他们以苏州为驻点，从广东拿到毒品之后再转手卖给金某。金某手里有了毒品后自然要向外销售，于是就引来了将近200多涉毒人员。面对这么庞大的人群，警方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搞清这些人的底细。满身的病成了他的护身符，那么这样更是他有恃无恐的，把这个可能作为自己的优势。那么我在外面违法犯罪，那么你们公安机关啊，那我没有办法。有吸又犯，他把生意越做越大。到后期收网之前啊，我们明确了将近200个对象。这个联系群体里面，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但被抓之后，还有人在替他说话。我并不觉得他很坏一个人。人是蛮好的，就是气量有点小，就是。无法收监的囚徒，禁说法正在播出。毒品犯罪呢，关联性特别强，有吸毒必然有贩毒，有贩毒必然有制毒。你如果说像我们割韭菜一样割，今天割了，明天就要长出来。这次案件的特殊性已被公安部门充分考虑。主犯金某身体多病，虽然被多次打击过，但都无法收监，导致他有恃无恐。所以浙江省公安厅这次下了决心，一定要搞清楚毒品犯罪的整个链条，打深打透。什么叫打深打透呢？打深要把他这个网络摧毁掉，从吸毒、贩毒还有制毒，要全链条给他打掉去。打透呢，必须要查清他的犯罪事实，查清犯罪事实才能给他依法严惩。这个方案呢，是我们专案组起草，大家手上都有了。专案组分析，围绕在金某周围的将近200个人，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只是吸毒人员，肯定也有人从金某手中购买了毒品后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的销售。那么这批人围绕他下架这个中心点，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小的贩毒团伙啊，所以说我们就是一层一层，就是以这种剥洋葱的方式一层层剥下去。2017年2月的一天夜里，桐乡市局的智慧警务系统发出警报，金某的车又外出了。侦查员随即一路跟踪，在一处繁华的商业区，金某的车停在了马路边上。车门打开，一名男子下了车。侦查员认识这个人是金某的马仔，主要是为他负责藏货藏毒品啊，第二个是帮他这个送货啊，散发毒品啊，包装散发毒品。虽然是晚上，侦查员还是看到金某马仔的手上拎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前几次苏州韩某来给金某送毒品时拿的也正是这样的袋子。这个东西这种特征呢，跟我们平时这个侦查的毒品案件当中啊，这个毒品包装的情况是比较类似的。不出意外的话，这就是金某的马仔在给下线送毒品。果然，马仔来到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车边，招呼都没打，就直接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这个时间段，在这么个地方，跟这么个人，这么短的时间内，整个这个行为应该说是比较隐蔽的，鬼鬼祟祟的。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侦查员掌握了金某所有的下线信息。整个案件到这个后期收网之前啊，我们明确了将近200个对象，那么其中有将近一半，那么可能是有重点的贩卖毒品的行为的。2017年3月27日，专案组兵分六路，分别在桐乡、嘉兴、苏州等地展开行动。金某很快就被侦查员所控制。毛病是你为什么用女士报的？董事长，那个人应该知道。知道。
叫什么名字啊？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哎，我。啊、你们每个人都检查还是只检查我？每个警察一个个的都在检查。位于苏州的韩某等四人也很快就被擒获。拿个手铐过来。好、啊。来、啊、这个。那你这检查怎么样？经过一整天的行动，抓获嫌疑人将近200人，起获毒品6.7公斤。刚才的画面大家看到了，主犯金某被警方控制住后，身体多病的他虚弱到只能坐着，而且还时不时地趴在椅背上。病成这样的金某，他到底怎么建立起这个贩毒团伙的呢？我等等啊，让我挂个电，对不对？不是的。金某从住处被带出来以后，就被送进了医院监视居住。这些年，因为吸毒，金某多次被打击，早已熟悉警方的套路。在这家医院里，面对警方的审讯，他要么沉默不语，要么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今天有什么要讲的吗？没有事。如今的金某患有10多种病，再加上常年吸毒，身体非常虚弱，只能靠药物维持。但别看金某现在这个样子，以前的他其实还是很风光的。他呢，20多岁的时候就到了上海做这个木材生意，实际上也攒了一点家当，那时候的身价一年可能也有几百万。80年代的金某年轻有钱，风光无限。他当时当然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破产，一次与别人的合伙亏掉了他所有的资产。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上面，啊，心态上面发生了变化，情绪低落啊，那么，整天无所事事。那次生意失败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金某本来就是农家的孩子，靠着辛苦打拼才把事业做大，但是那次失败瞬间把他打回了原点。心灰意冷的金某自暴自弃，接触了毒品，精神压力大，为了求放松或者求刺激，去沾这个东西。一开始金某只是吸食毒品，但是长期的吸毒需要不小的花销，公司已经停了，自己又没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的金某很快就把家底儿败光了。更要命的是，金某的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好，常年的吸毒让他疾病缠身。身体越来越差，包括心脏病，包括心脏病引起的并发症越来越多，应该说是没有自己去这个工作或者劳动这个能力了，已经是多次打击，多次不能收监，让金某在圈子里很快成了名人，他的身边聚拢了一大批涉毒人员，金某也变本加厉起来，既吸毒又贩毒。有些时候呢，犯罪分子没有感恩我们政府，他利用这个法律对他的保护，变成他的从事违法犯罪的护身符。吸毒需要钱，贩毒能赚钱。金某利用自己多变的身体做掩护，把贩毒的生意竟越做越大。后来还找了一些帮手。怎么说呢？他可能为人可能苛刻一点，但是。叫他有什么那个，我觉得从我的角度上看啊，有什么坏心的话，我并不觉得他很坏一个人。这个进了看守所还在替金某辩护的人是金某的情人，除了照顾金某的日常起居，也帮助他打理毒品上的事儿。情妇的话，房间是在这边。情妇。大部分嘛是帮助金某贩毒这一块，然后给他分装称量，就是这种冰毒是这样的。这个是金某的马仔，就是那个负责运送毒品的人。我就是帮他开车嘛，他说身体不好，不过叫我一个人去送了一些毒品，就是。目前涉案的200多人已经全部归案，后续的工作仍在进行。所以这一次我们又把他予以了羁押，但是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我们现在这个把他羁押在监管医院里，啊。这样呢，既保证了他的治疗，又保证我们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好，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
欢迎曲老师啊。您看这个今天这案件的主犯金某，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身边聚集一个庞大的吸贩毒团伙，人数多达200多人，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吸引力呢？这主要和他每次贩毒被抓了以后判了刑，但是又没有进去，像他自己可能也掌握规律，这样我不说，反正你抓着我判我几年我也坐不了牢。别人就觉得他，哎，他好像是比较义气，至少没有交代更多的人，所以使得别人觉得，哎，他贩毒好像没有什么法律风险一样。所以说呢，使得可能周围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从他那买毒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我们的印象里，只要你做的这个事儿跟毒品沾边，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哈。比如有制毒啊、吸毒呀、和贩毒。那么在这个法律规定当中，对于制毒、吸毒、贩毒，它的处罚有什么不一样？制毒和贩毒是一样的处罚。那么在我们国家，你是制毒还是贩毒，还是走私毒品以及运输毒品，都是一个犯罪。那最终甚至可以是判处死刑的。但是吸毒目前呢，我们并没有把它作为犯罪处理。那吸毒作为一个违法行为，对吸毒的人目前呢法律没有作为犯罪，但是可以要必须进行治疗和强制戒毒。当然也有些人一边吸毒又贩毒，那就不一样了，那处罚也是相当重的。那不是对他吸毒的处罚刑事处罚，而是对他贩毒行为作为犯罪处罚。您看这个主犯金某哈，他曾经被多次判刑，但是就因为呢他有严重的心脏病，这个身体条件不适合收监，所以每次呢都不能收押他。您也说了，这是助长了他的这个气焰了哈。那对于这样的人，咱们就没有办法吗？对他没办法，其实也是我们国家法治进步的一个表现了。因为按照监狱法规定很清楚，就是一些特定的疾病啊，他是不适合收押的时候，就是不能够收押。因为法律规定很清楚，那这些到监狱里头呢，一个是监狱它负担也很重，监狱的看管条件、医疗条件不够，这时候就不能够关押。那不能关押怎么办呢？其实法律又有规定，那就去保候审。那现在来讲呢，一些地方也在开始探索对去保候审呢加强这个监外的监管，比如说像电子脚镣、电子监控啊，比如说非常明确的规定，针对特定地点以家为中心，多少范围内你是不能够离开啊。比较严格的执行，你不能见，除了可以允许见的人，有哪些人是不能够再见。比如说以前犯罪团伙的人，或者有这个不良交往的人，或者说是受害人，等等，这些也都在探索过程当中。40来岁是男人一生中的黄金岁月，阅历丰富，事业有成，可是金某呢却虚弱的连站一会儿都很吃力。曾经的他也是春风得意，如今却成为毒品的囚徒。翻看这幕金某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剧，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远离毒品真不能只是一句空话。感谢您收看今日说法，感谢曲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接下来的其他内容，明天见。